如果你当初娶的是张怡静呢？那你有当过没鱼虾也好的虾吗 ？Never。2024最期待的台剧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，和林依晨、徐维宁因为撞衫而展开的爱恨情仇，两人如同量子纠缠，爱上了同个男人。喜欢红叶蛋糕的不是我，是 Rebecca。憋了12年，现在终于比较舒服了。但如果可以选择，你想成为当年捍卫爱情却过着日复一日的简庆芬？妈，今天可以吃麦当劳吗？现在不要跟我讲话，我在处理公事。应该是从第一天处理我的电话开始，直到现在都没换过。还是想成为不讨喜的爱情牺牲者，12年后用工作换来自信的吕贝卡？你们男人就是这样。怎样？没耐性，没定性。梅雨虾也好，小心点。我昨天试做了龙妈叫我的3杯鸡，但是你态度可以好一点吗？如果她是你妈呢？那你有当过梅雨虾也好的虾吗 ？Never。就算没有在一起，我也要做她心里那滴眼泪。可是。比较不会寂寞。不只看四位在剧中有多不够善良，还集结多位演技派一同飙戏，更是必看的亮点之一。Rebecca， 你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搞到这样子，来不及哈？这都有什么毛病？律师也太久没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了吧？我老婆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是我们现在一开口就吵架，那也许有一天你会感谢这个遗憾。然后呢？我想4月6号起，每周6爱奇艺国际站准时热映。八十公主，等你报道。